西瓜头。我叫吕冰冰。我知道，听说班里来了个女生。听说了，还是班里的一号人物。班花。班长。同学你好，我叫奇异果。你好。初次见面，很多人都想问我为什么叫奇异果，难道你不想知道吗？奇异果是进口的，我看你是国产的吧，应该叫猕猴桃。反正维 C 含量都不低啊。对，你还没告我你叫我叫林一南。我的时间很宝贵，请不要再打扰我，谢谢。同学，读题的时候读出声是注意力不集中的表现，而且会让你的反应越来越迟钝。要是想提高智商的话，请默念。哎，对不起。一南同学，你玩过这个游戏？这游戏啊，这关特别难，我一直都过不去。我帮你。没了，我都快通关了。你啊，还是先过了考试这关吧。女魔童，女恶霸，女劫匪，逗什么逗？什么你都管？你以为你班长啊？恭喜你答对了。我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，不断的被评为优秀班干部、优秀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会主席，人送外号“优秀的小班长”的班长林一南。可我们这没有人封你当班长啊！你管不了，你管不了，管不了。我是管不了你，但我可以让老师来管你。来者不善。我们要对你的各科成绩进行一个摸底测试。没什么好测验的了，我的各科成绩都非常优秀，我来这里是为了拔高，从班里的前三进入到学校的前三，这一点你们了解吗？了解。其实我们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。光是优秀还不够，我要变得更优秀。我刚上初二，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，这一点你们明白吗？明白。你看Do your best 这个短语就是这个意思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。老师，不用举例了，我已经明白了，我已经 do my best 了。时间宝贵，讲别的题吧。 Do your best。 物理呢，你是刚刚接触，为了让你了解得更深入，老师给你做一个小实验。老师，做实验就不必了，做实验是为那些笨手笨脚、反应迟钝、想象力差的学生准备的，对于我来说呢，就不用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，请继续吧。Eating vegetables is good for our health. 跟着我一起来读。老师，不用读了。英语考试从来都是笔试，没有口语，您就不必浪费口水了。气体转化为液体的话，这叫做液化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冬天出门，打比方就不用了。我只保证考试拿高分，对于运用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您的时间也很宝贵，不是吗？啊。今天的第一堂课我感觉非常顺利。我感觉很有压力、感谢你们的指导，也感谢你们的配合。不客气。随便说一句，今天自习室有两位同学扰乱学习秩序，纪律较差，希望你们给予一定的引导和管理。如果你们忙不过来，我可以帮你们。我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，不断的被评为优秀班干部、优秀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会主席，人送外号“优秀的小班长”的班长林一南。我会是你们的好助手。拜拜。拜拜。有一种优秀会阻碍一个人的成就，有一种班长会毁掉一个人的梦想，有一种学生会毁掉老师的一生。第二节课。绝不能这么上。
老师。哎，童老师，哎，你看这个是月亮，这个是地球，这个是太阳，你看它一阵是这样的。都显摆过多少次了，别玩了。来了来了，一会儿啊千万不要妥协 ，fighting。林一南同学，我们学大的老师对待学生超有爱心和耐心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严厉，这一点你一定要了解。我们会按照我们所认为正确的方法给你上课，不会因为你的想法而轻易改变，这一点希望你能明白。好，我来给你做个试验，希望通过这个试验能够让你对这个知识点能够举一反三。看见了吗？这个是月亮，这个是地球，这个是太阳，它一转会是这样的。怎么办？办什么？这次考试考得很差。没关系，老师相信你，可能就是没发挥好。发挥得很好，可真的很差。有多差？全班第七。这还叫差？我的目标是第一。林一南同学，你考第七已经很不错了，你怎么能这样痛心疾首呢？我从来都是班里的前三，考第四就相当于倒数，现在考第七相当于倒数第一啊。老师，我以后没脸见同学，更没脸见老师了。老师，我该怎么办？考第七都这样了，让后面同学怎么活呀？老师，你们一定要帮我。帮帮帮，必须帮。你们要对我高标准，严要求，绝不允许任何一分放松，绝不允许降低任何一分警惕。你们可以惩罚我，可以监督我，千万不能纵容我。你们可以打我骂我，我要用我所有的时间备战中考，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。一南，你看你这次考试考了一个全班第七。不能说考这个字这个数字虽然令人很伤心，但是你之所以没有保持住前三名，名字也不能说。其实你这次考试成绩的退步呢，退也不能说。这种种情况都是因为你偏科所造成的。对，偏科。一南，你看，想想你这次考试，你的数学、语文还有英语考的都不错，其他几科考的也都很理想，只有物理考的不理想的罪魁祸首。物理，我恨你。我们怎么能恨呢？相反，我们应该喜欢上他。你看，亮了吗？亮了。对，这就是动能转成电能，所以它才会亮。你看，就这道题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好好想一想，它是不是应该这么答？对。林一南同学，通过你的努力学习，你物理偏科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。也就是说，在下一次的考试当中，物理将不再拖你的后腿，可以取得比较理想的成绩。真的？不信咱可以模拟考试一下啊。好，准备考试，考试时间90分钟。老师，我紧张。人在最放松的时候，脑子才能转得快，放轻松。那万一我又考不进前三怎么办？根据你现在掌握的知识，考不进前三的可能性非常小。那万一我考不上重点中学，就考不上好的大学，考不上好的大学就找不到好的工作，找不到好的工作就找不到好的老公，从此我的人生将暗无天日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怎么活呀？该怎么活怎么活。老师的意思是说，非得考前三名才能活吗？那第三名以后的同学怎么办？我知道你一向很优秀，不允许自己有半点的落后。可学习是为了增长知识，锻炼思维，不是为了争第一第二。总想着考第几名，就算学得好，也不一定能考得好。要想取得好的成绩，就要放松心情。要怎么选择，你自己看吧。童老师的一番话，仿佛醍醐灌顶。我已经不紧张了，准备考试。郭老师、童老师，你们好。这几天一南表现怎么样？有没有更加努力呀？
努力，努力，努的都快没力气了。这就对了，人就是要活得极致。我有没有打扰你们呀？我们正准备模拟考试呢。考，一定要考。上次一楠没有考好，得了个全班第七名。这是他从小到大绝无仅有的最差成绩了。一楠妈妈，像我们这样从来没考过下前三名的学生来说，考成这样简直就是倒数第一。这考第几名其实这不重要的。对，考上重点才重要，考不上重点就考不上好的大学，考不上好的大学就找不到好的工作，找不到好的工作就找不到好的老公。这些年来，对得起老师对他的栽培吗？对得起亲朋好友对他的热切期盼吗？对得起优秀学生这几个字吗？对不起。对，对不起。我说的对不起是我们要开始考试了。抱歉，那你们忙，好好考。啊，现在开始考试。老师，我紧张。想想老师刚才说的话。我满脑子都是我妈说的话。哎呀，你想想童老师刚才说话，就是那个醍醐灌顶的感觉。我妈总是南湖不该提南湖。好了好了，这样吧，先暂停考试，等你平复了心情，咱们再考，好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嗯。考试开始。怎么了？老师，我脑子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放轻松啊！哎，你看这道题。想想当时老师怎么给你讲的。老师，我心慌啊，这手心都出冷汗了。老师还有多长时间啊？刚过两分钟，还有88分钟呢。老师，我想去厕所。你不刚去厕所吗？我不管，还想去。你典型的考试焦虑症，一考试就紧张出汗，头脑一片空白，甚至一提到考试这件事儿啊，就紧张的会拉肚子，这都是对考试这件事儿过于紧张的表现。而且啊，这种事情一般多发生在一贯优秀的学生身上啊，因为他们考试一旦失利了，承受不了这种心理落差，所以呢，一提到考试就格外的焦虑和紧张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弱化考试这个概念，相反要强调学习的过程和乐趣比较好。我们就是这样做的，可是孩子他妈考起来个没完，直接考交了。所以啊，越焦虑越考不好，越考不好就越焦虑，如此一来进入个恶性循环，事情真的就难办了。老师，今天我们班竞选班长，我落选了。我要进十二。多么幸运！我说这孩子学习成绩怎么下降了，根儿在这儿。我要么继承我爸上亿的资产，要么去国外投奔我更有钱的老妈。挺复杂的呀。多复杂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这个很容易破解吗？他是追着我打的呀。收工。看你30岁才有初恋呀。未遂。梦想不会自己盛开，继续前行，甩掉阴霾。谁叫我阳光照耀下的未来，一步一步汗水浇灌，信念是最好的伙伴。红妖姬，坚持会让自己崇拜。我
我自己，对对，原地乐。